只做自己的女王。蔡依林的人生就是一锅华丽的鸡汤。舞台之王，风格百变，在歌唱的舞台上唯我独尊。她就是蔡依林，只做自己的女王。蔡依林的人生就是一锅华丽的鸡汤。蔡依林当晚带来16分钟的大串烧，怕什么？爱无赦 ，Love Love Love， 大艺术家，青春修炼手册 ，Play 我呸！只做自己的女王，蔡依林的人生就是一锅华丽的鸡汤。她选择的歌曲有快有慢，更有超多大幅度的肢体动作，结果气息异常稳定，完全无可挑剔的舞台感和控场能力，唱跳水平登峰造极，气场已经快从屏幕冲出。灰姑娘周冬雨居然看上了新晋奶爸陈晓。请问陈妍希有意见吗？和陈晓二度合作，从古代练到现代，前世今生梗都被玩坏了。灰姑娘周冬雨居然看上了新晋奶爸陈晓。请问陈妍希有意见吗？该剧根据郑源的小说《玻璃鞋》进行改编，讲述了腹黑总裁厉耀南与善良活泼的灰姑娘刘欣彤之间历尽艰辛的爱情。灰姑娘周冬雨居然看上了新晋奶爸陈晓。请问陈妍希有意见吗？周冬雨饰演的刘欣彤是一个成长在贫民之家的女孩，可是却始终不改阳光坚强的本性。她的生活原本平淡无奇，然而一次意外，她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圈子，和母亲迫不得已搬进了富商季百军的家里。灰姑娘周冬雨居然看上了新晋奶爸陈晓。请问陈妍希有意见吗？自此，刘欣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季家后，刘欣彤结识了他命中注定的爱人陈晓饰演的厉耀南。刘欣彤的坚强和善良打动了所有人，最终收获爱情的同时，也和失散多年的亲生父母相认，只做自己的女王。蔡依林的人生就是一锅华丽的鸡汤。舞台之王，风格百变，在歌唱的舞台上唯我独尊。她就是蔡依林，只做自己的女王。蔡依林的人生就是一锅华丽的鸡汤。蔡依林当晚带来16分钟的大串烧，怕什么？爱无赦 ，Love Love Love， 大艺术家，青春修炼手册 ，Play 我呸！只做自己的女王，蔡依林的人生就是一锅华丽的鸡汤。她选择的歌曲有快有慢，更有超多大幅度的肢体动作，结果气息异常稳定，完全无可挑剔的舞台感和控场能力，唱跳水平登峰造极，气场已经快从屏幕冲出。灰姑娘周冬雨居然看上了新晋奶爸陈晓。请问陈妍希有意见吗？和陈晓二度合作，从古代练到现代，前世今生梗都被玩坏了。灰姑娘周冬雨居然看上了新晋奶爸陈晓。请问陈妍希有意见吗？该剧根据郑源的小说《玻璃鞋》进行改编，讲述了腹黑总裁厉耀南与善良活泼的灰姑娘刘欣彤之间历尽艰辛的爱情。灰姑娘周冬雨居然看上了新晋奶爸陈晓。请问陈妍希有意见吗？周冬雨饰演的刘欣彤是一个成长在贫民之家的女孩，可是却始终不改阳光坚强的本性。她的生活原本平淡无奇，然而一次意外，她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圈子，和母亲迫不得已搬进了富商季百军的家里。灰姑娘周冬雨居然看上了新晋奶爸陈晓。请问陈妍希有意见吗？自此，刘欣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季家后，刘欣彤结识了他命中注定的爱人陈晓饰演的厉耀南。
刘欣彤的坚强和善良打动了所有人，最终收获爱情的同时，也和失散多年的亲生父母相认。